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小胖。哎，昨天刚录了一个视频啊，关于这个溺水趣闻的事儿。今天要看到一个非常气愤的事儿，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啊。这一个葫芦岛男孩，对吧？17岁男孩救了三个女孩，然后自己呢不幸身亡了。那个三个女孩还拒不承认他救他了，对吧？拒不承认被救，到最后呢，现在已经这个所谓的被网暴了，对吧？这三家的家庭住址什么的可能是给爆出来了，然后呢，有一个当事人文文的哥哥吧，戴口罩戴眼镜，对吧，就出来所谓的道歉来了。然后呢说那意思是啊，那个已经影响到我们的，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，啊，如何如何，那意思我的家庭住址，我的电话，我的工作信息都被大家暴露出来了，已经很严重影响我的生活了。其实我想说句实话，该，活该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怎么说呢？大家吧，这个拿人心比智心，很简单的一件事，就是说，因为你要知道，这个男孩跳进去救了三条命，那不叫三条狗，对吧？就马路上流浪狗，我给他狗吃的，他还知道摇尾巴呢。我不用你说一声谢，但是这个东西你不能否认，对吧？就是哪怕我们说人真没了，对吧？你也不能说否认我救过你这个事实。但是呢，这三个人呢一起就否认了这个事儿。具体来说，具体的事儿其实现在也没有太去详细说具体什么情况，已知的就是他三个就否认了。现在呢，我就发现一个问题，其实有些时候吧，像你说。这个东西即便到哪法律其实是管不了的，这只是一个道德问题。因为这个东西就是第一，你们不是说这个不是那个男孩救你们当中，对吧？你们故意去杀害那个男孩，那个男孩确实救你们而死，你们是被救的人，对吧？法律上你们不需要负任何责任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个东西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。如果你们三个人当时就哎呀就非常感谢的事儿，对吧？你无论是道歉就不需要去道歉，其实就是溺水了，就是被人救了，对吧？大家有一份感恩的心，一个小男孩比我小的一个弟弟，对吧？救了我们三个人的命，他没了，那我们三个人是不是应该拿应有的态度？我不一定得说非得拿什么多钱多钱多钱，我们要最少咱说普通人呢，我们所谓的吃瓜群众只需要一个态度。什么叫态度？就是内心感觉到不安恐惧，对吧？愧疚内疚，然后怎么办呢？就是尽可能的帮助这个孩子的父母也好，如果他家庭不好，对吧？咱有点钱出点钱，没点钱，对吧？咱把他当亲爹亲妈带的，毕竟人家孩子因为救我们没的，对吧？但是这三个人做的这个就非常过分了。其实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出来了，以前我也一直认为这个网络暴力挺可怕，但是其实这种人我认为网络是个好东西。既然法律不能惩罚他们，对吧？那就让我们这些所谓的，对吧，我们这些愤青，我们这些网民来惩罚他们。很简单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和我们说句实话啊，就是确实有一部分人是看热闹不怕事大的，对吧？说是找到他的抖音微信了，他的电话了，打电话骂，私信骂，对吧？这个东西其实怎么说呢，过不过激，在我看来不过激，但是我不会去骂，对吧？首先是我不会去骂，我不会说是去私信去骂他。但是这个人如果有一天我能碰到这个活人的情况下，这三个都如果一个，或者我知道其中就是一个的话，我会鄙视他，我会歧视他，我会孤立他，对吧？我最简单，什么孤立，看到你跟没看着一样，你跟我说话我不搭理你，让你自己社会性死亡。最可恨的什么呢？已经这种情况了，知道不？据他哥发了一段视频啊，那意思我妹妹叛逆期，就是也知道错了，但是呢就是还是不想出来道歉。哼，那咱就大家就继续玩。我就不明白，就是一个道歉这么难吗？这个东西不应该是一个真正发自肺腑，别人救了我一命，对吧？人家命都搭进去了，就是要这么一个道歉，就这么难，对吧？为什么要道歉？其实这个不是感谢，现在是道歉。什么叫感谢，对吧？感谢是他救我，他没了，我感谢他，这个是一个另一个。什么道歉呢？他救我，对吧？他救了这个女孩，这个女孩不承认，对吧？反而说他没救我，所以他现在道歉不是向这个父母道歉，而是向我们说白了有人性的人来道歉。他在我看来，我跟你说，连一条流浪狗都不如。所以这个事儿我看着非常气愤，对吧？我也希望大家，这你就这么回事，就是既然他不想承认的可以，对吧？他父母都说了，现在网络非常发达，大家就收集他的信息，对吧？大家就一起孤立他，就让他全家都社会型死亡，很过分。其实这个东西太难了，大家都能想到，如果我身处处境，所有人都知道我家地址了，对吧？所有人都知道我的父母孩子什么的一大堆东西了，然后你一起过来，你要是想恶心我的情况下，就我犯一件事引起大家公愤情况，那我一定非常难受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认为这份难受，对吧，相比而言要比丧子之痛好很多。所以我认为支持大家让他社会性死亡，就这个事儿就不能完。即便他道歉也没有用，这个东西就是
因为什么东西呢？他道歉也是迫于舆论的压力，而不是出自于内心。所以说，这种人在我看来就应该让他社会性死亡。哦，就说这么多，谢谢大家。